歌唱，听那万民在这里大声宣扬，救主基督，掌声，所有荣耀都归于和平君王，因他领我再次遇上和好基督，生命真光，舍弃天上荣耀，为使我得着盼望。如今我已胜过死亡，基督彰显天父慈爱和怜悯，带着能力释放我从罪恶权柄，我的自由，他的能力超过我所能相信，天父的旨意已成就在我生命，永住在我心，这七天上荣耀宣扬救主基督，掌声，所有荣耀都归于和平君王，因他领我再次遇上和好基督，生命真光，基督彰显天父慈爱和怜悯，带着能力释放我从罪恶权柄，相信天父的旨意已成就在我生命，永住在我心，舍弃天上荣耀，舍弃天上荣耀，为是我的超盼望，如今我已胜过死亡，我曾死丧迷惘，再次为我披上喜乐衣裳，
家，舍弃天上的荣耀，舍弃天上荣耀。耶稣，我们道成肉身，我的脚盼望，不尽我一生我自望。我曾经丧命亡，再次为我披上喜乐衣裳。神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赞美你的平安，赞美你的喜乐。我们一起来拍手。除了你在地上，我也没有所爱慕。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，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。我们再从头来唱。除了你在天上，有谁？你在地上，我也没有所爱慕。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，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。谁就是我的力量？谁就是我的力量？谁就是我的力量？除了你在地上，我也没有所爱慕。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，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。谁就是我的力量？谁就是我的力量？
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，虽然有时候我相信软弱，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，虽然有时候，虽然有时候主在你的面前，不管是我们的身和灵就交托在你的面前，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，谁就是我的力量，谁就是我的力量，谁就是我的力量，我的部分到永远，谁就是我的力量，谁就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我的不分到永远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我的不分到永远，到永远。赞美你，主，你是我们的力量。你是我们山寨避难所，我们的盾牌，我们的一切。主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再次证明我们的信仰。无论遇到何事，处任何的患难，我们都要坚定在神的面前。这一生很长，我们接下来可能会遇到，不管是学生考试，在升学，甚至在感情，甚至在未来你的工作，但求主让我们不管处在何处，不管我们在哪里，不管我们的处境如何，求神的爱充满我们，让我们深知到我们不单单只是享受在神的恩典，乃是要认识这位赐我们永生的神，他的爱是何其的美好，何其的伟大。谢谢主，让我们说没有任何事能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。
气强过高山，经不离析他独生爱子，为我们求人舍了，能成为义的人谁不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，不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，都不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。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裸体危险刀剑吗？不论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现在的事，将来的事，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。难道是患难吗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裸体危险刀剑吗？不论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现在的事，将来的事，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。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肉体危险刀剑吗？无论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现在的事，将来的事，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，都不能叫我与神。叫我都不能叫我与神的隔绝。是的，阿爸父，不论什么事情，不论我们在怎样的光景当中，我们都不能与你的爱隔绝。你是使我们可以更多来依靠你的神，你是靠着你的能力让我们能胜过这个世界，靠着你的能力
让我们可以把我们手中每做的每件事情都可以来荣耀你的名，因为我们就要学习仰望依靠你的时候，你使我们可以刚强壮胆的站立在你的面前，使我们手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来荣耀你，荣耀你的名。感谢赞美主。
主啊，是的，感谢你在今天的下午再次来对我们说话。主啊，是的，生命的我们生命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来认识你。你是我生命的源头，你是我一切祝福的开始。我要向你献上感谢，愿荣都归给你。奉耶稣的名， Amen， Amen。好吧，拍掌吧，给你。